有，哇，这厉害了！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给我一点点空间跟时间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。哇，这厉害了！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给我一点点的空间跟时间，哎、啊欸，我跟你讲啊，有比较好吃的居酒屋也可以介绍啊。对对对，现在是跟马先生在同居吗？应该没这回事吧？哎、欸，对了，那他真的理想型是什么？嗯，哎，啊，这个可以讲啊，这个要讲一下，这个理想型一定要讲一下。我的理想型呢，就是。突然有点颓帅风的，就是看起来有点黑眼圈啊，有开花的感觉。就是打球吗？阳光的男生也很喜欢，就是爱运动的人。就是、处得来的话，就是最重要的，主要还是看感觉，然后相处的合不合适，价值观有没有相同这样子。台语有就会哈啦。会从其他的条件，什么外在，不会太重视。其实通常这种关系，就感觉对了，就是。比较就是直接会在一起，比较不会去考虑其他元素啦。通常一开始是这样。我好像比较属于可爱型的吧，小女人一点点。因为我自己就是有点 M 倾向啦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一点点的交友空间，谢谢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就是这样。是这个已经代表一切了。对呀，对呀、啊，你不能对不对？有，很好。你们想问看，谢谢白宇那么差。啊，不行。